在广州必须得吃鸡。从月桂宾馆走到西华路上，拐弯到凉亭街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巷子里，就有这家没有店名的西华路鸡堡。老板威少一个人主持大局，环境特别简陋，但依然有很多人在排队。鸡是在旁边的屋子里新鲜现杀的。炭炉砂锅炖汤，倒进去整只的连州果园鸡，从有位置到能吃上鸡大概要等40分钟。鸡肉特别嫩滑，肉香浓郁，没有腥味。这药膳鸡汤我能喝10碗。这锅鸡汤有浓郁的药膳香气，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药材，香菇的味道特别强烈，直冲脑门。还有红枣，某种树根，另一种树根。新版鸡汤的腐竹特别棒。最后一包华丰面收尾。